新加坡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，华族文化中心，对对，华族文化中心，很多很多出名的歌手都在这个台表演过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哈、哦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是跟谁一起联办的？看到那个招牌吗？有没有看到？哦。干嘛打左的？我来。马达。OK。还有那个西马在那边啊，马是在那边。OK， 但是啊、主要是其实警察他们也是关心啊，像我们这边一大批人哦，他们呢也很很担心说你们又被诈骗了。新加坡的诈骗呢、啊，已经是太恐怖了啊、哦！对对，那天我自己也收到一个诈骗的电话，哦、打来 ，Hello， I'm calling from CID， CID， you good that？ 我 CID 没有这样打给你的啦。我们要给警察看，我们的实力是很强的。Hey， love you， 我跟你们讲哦，哎，其实辉哥他有来哦，哎，我们看他，你看。你们不要跟辉哥讲是我讲的哈、啊。啊，掌声欢迎啊！对，欢迎辉哥。啊，你可以坐，他就坐的嘛。可以 sit down，可以 sit down。现在卖油灯的喽。OK， 你们不要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走的话会被抓。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要请我们的 senior。是哦，我一直忘记了，什么 ？Senior Staff Sergeant，Senior Staff Sergeant， 又看不到对面呢，我们那边到台上来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Senior Staff Sergeant Cover Wall 到台上来啊，做一个分享啊、哦。OK。嗨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时间交给你，还有我的同事 ASB。ASB。这个一粒螃蟹的啊、哦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我是卡。我是李欧。对，然后谁的电话？是你的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先。盲人啊，大盲人。Hello， 喂。Hello， 不要啦。啊，这是请问哪一位啊？啊，你唔包我咩？听未出话先啊？哎，你想哦，我在做工业表啊呢。你是谁？啊，巴黎姑娘，你讲唔包我啦？小小姐啦。你讲话啊！你错了，你是阿平啊？对啦 ，bro， 我就是阿平，我帮我换电话。bro， 什么代志？做什么事？哦，我老爸有个老公出来开刀，欠了800块，才借我。哎呦，阿你讲了，别杀了，我下班来找你黑嘛。啊，尽管呢，你在陪我老我。OK 了 ，OK， 我直接传给你啊，你等一下。sorry 啊，给我一下子啊。喂，你打我做什么？这是 scam 来的诈骗，你差点被诈骗了。假冒朋友或亲人电话诈骗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对，刚才你丢的就是那个假冒朋友的诈骗，所以呢，这些骗子啊，这是新加坡最流行的诈骗案子。这些骗子呢，他们会用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号码，用一个来历不明的电话号码的身份来打给你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会问。你猜猜我是谁？或者他会问你，你记得我吗？或者他会问你，上个礼拜我们还刚刚见面，你不记得我了啊？那你老板打给我，没什么事，老板呢？不是我们的同事。哦，有警察 logo 是不是？你要不要接一下？对，我接一下。喂。新加坡警察总部，您有一份重要文件在有效期内尚未处理，我们将在今天限制您的 IC 权限。限制我的 IC？ 为什么要限制我的 IC？ 哎，廖，你处理一下，我要下台去。冷静，兄弟慢点，兄弟慢点，这是个 scam， 不要被骗。老板打给我。其实啊，有 logo 不一定真的是代表警察部队哦。我现在也可以拿相机出来拍你照片，用你的头像。我装作是你也是可以，也会有人相信。让我这边给你看。OK，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辨认假冒政府部门的电话诈骗。一样，通常是收到个陌生的电话，你没有见过的号码，他会自称他是某某政府部门。例如好像警察总部啊、移民局、卫生局、人力部等等。我这里来跟大家问一下好吗？有谁这里有接过警察的诈骗电话的举手？
哇，好多、哦。哇 ，OK， 移民局呢有没有？移民局。OK， 来写。卫生局 MOH， 哎、欸、，sorry，MOH 有没有？也是有。最后一个人力部 MOM 有没有？他现在没有举手，是因为没有手机吗？还是没有被骗过？啊啊！1799，今天是礼拜天是不是？对、啊。4D 啊，哎，我叫你给他们预防措施，你给他们红字有没有搞错？不是啦，你看这是什么号码？这是我们的防范诈骗求助的热线1799。但是呢，这个热线呢将由在9月27日之后才会启用，所以如果你们要现在打电话，请打1800722688。那这个电话呢，我们可以用来做什么呢？如果你不懂是不是诈骗，或者你觉得自己被诈骗了，都可以打这个电话。但是啊，这个电话啊，跟我们一样 work office hour 而已。九点到六点啊。对啊，大家请记住这号码1799。哇。那为了呢，让公众能确认呢，这个政府的短讯啊，是否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为了预防这个假冒政府人员的骗局，政府呢将由7月1日开始呢启动这个 gov.sg 的简讯，然后呢，这个政府机构将统一的用这个简讯，用这个身份来发短讯给你们，例如啊，CPF。或者是 ICA， 或者是 MOM， 或者是 HDB， 他们都会用这个身份，一个身份来发简讯给你们。所以如果你们看到是 G， 好像怪怪的 G0V.5SG， 这些都是骗局，不要相信。OK， 所以只是 GOV.SG 的才是政府机构发来的短信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强烈建议大家呢，下载这个软件叫 Scam Shoe。有听过吗？ Scam Shoe 是一个蓝色头的狐狸。是。那这个 Scam Shoe 可以做什么呢？我本身呢、啊，我强迫我的父母下载这个软件。它主要有三个功能。第一呢，它帮你拦截诈骗电话。好像我自己本身以前一个月啊，可能你收到20多通的诈骗电话，哇，有够烦的。你做工作一次电话一直来。我下载之后呢，你会发现真的那些电话、那些简讯减少很多，可能一个月才10多通，还是会来。OK， 你们现在要准备什么？还有多一个东西要跟他，你们都很乖哦，你们都有做住。我想给你们一个温馨的提醒啊、哦、因为现在哈、哦，我们有一些我们你们昨天会有 announce 我们 official bank sponsor 我发发到是什么 bank？ Bank。啊，所以以后，像昨天很好笑，我看到，哎，我们之前第二周年的时候有一个红色的雨伞，有没有？啊，不要讲那个名字啦，但是你们昨天去人家的 bank， 你们带另外一个 bank 的雨伞去，该给醒目吗？对不对？报警，现在带警察了，去哪里人家都敢抓你啊、哦、！OK，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华族，你们别讲那种很快的，多5分钟用，多5分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我们请华族文化中心的 Justin 到台上来。Hello，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呢，我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精彩的活动？好玩是 OK。我们今天呢非常欢迎哈、就是大家来到这里，因为呢今天进行我们的这个中秋合家饭。那稍后呢大概在11点多哈、我们这里就会分发所谓的那个游戏卡。那除了这个 SPF 这个警察局的这个游戏摊位之外呢，我们也有这个免费的月饼可以让你们试吃，那你们也可以去购买啦哈、然后还有一些游戏摊位。那如果说你们就是集合了这个所谓的印章之后呢，那就会有免费的一个 mystery gift， 一个小小礼品要送给大家的。好，然后当然我们这个华族文化中心呢还有另外一个节目，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在座的各位的，就是这个对由建斌大哥还有佩芬还有浩浩主持的欢喜来唱歌。那这个呢是在每个月份的其中一个星期三下午的3点钟，所以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其实是可以上 Ticketmaster 或者是到就是可能我们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可以帮你们安排这样子那个票。然后这个它每一张票每个人是5块钱，所以非常
5毛蒜，对对，5毛蒜了，5块钱看三个人，一个人1.7块多而已。还有其他的表演嘉宾啦。对对对，是，就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要就是代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，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谢谢我们的嘉欣，谢谢。那你们在这边呢，整个 building 我们已经买下来了哦。你看，我们是要买东西的，你们可以随便去走，随便去看。然后呢，楼上也可以去看，去观看的哈，对不对？楼上可以去看的，对不对？二楼走看看啊。还有我们的王双也，对，这边也是可以。还有我们的新加坡警察部队的那个服务也是开始了，可以去完了也可以拿到很多。还有重要的东西，下个礼拜天在哪里？1:30，在新港 MRT station 对面的哈特。新港圣港就是唐伯川对面的哈特啊。那个保利平安没有，我会帮助你们啊、哦。只剩一件啊，在新港哦，那天呢会有2000个人，总共应该会有2000个人来加我们哦，所以一定要的，大家需要帮忙合作一下啊、哦，所以大家玩得开心一点，大家嘿哦，听不到嘿哦，最后一次嘿哦，是还有那边拿goodie bag的时候要记得 follow。Central Police Division 才可以拿到独立麦啊，要记得 follow 所有的组长来这边见我，所有的组长啊，这一波的组长，谢谢。